的卦，那是我亲眼看的，我是十八张，他是十四的。这一年他是二十八号的早晨去的，他下午是天津队来的，就跟他那就只有出去冒了进去。他跟我进去的是一样的个道理，我可能年轻一些，他七十多岁，他就顶不住。只要跟你讲着，得了这个病，顶住就顶住，顶不住的人都靠背。跟你讲了，跟着他还没死。哎，这一口气还没灭，那手就他捆他的头的时候，人还在动。他是脚手还在动，然后脚手就一捆，捆了之后呢，就一个塑料的嘛一个那个袋子，一个盒袋子，就你妈一包，包了之后拉链一拉，但然后又套了一个你妈的，又是一个那个那个塑料袋子。好，那个塑料袋子去了之后，他又把一层那个鬼膜子，就是外头的你妈大棚子里头那个鬼东西，又把它一包，包四个层，然后才是进那个鬼里面的那个。他有没有抢救一下子？我这个东西抢救就是氧气。那你们等于是活人自己？不是，他那这个东西抢救，他那回来医院是在好远，他那那是传染病院，你看那个生意个。我那活人就能拿到去烧啊！烧啊的，他早期散发出，跟你讲了。我的妈！我们看到几个，我隔壁房的也是这样一个老头，他完全没有担心，不烧了，开始烧了，开始烧了。我的妈！几个人都是那样的，等于是。哎，我们这看的那个亲眼看的，让我们这住院的我亲眼看的，真是想的寒心呐！那真是我死的，我心里都我都要死了。我的妈，那太惨了！关键是你是湖南人，你妈去救他。我要救啊！他莫死救噻，要么你我，要么我的，我这个阳气过来，我莫死救。哦，对。真是你妈看了，外头人的真是好看，他真是一